轻松消息来看到说，在新北市政府主办了这个时尚的纺织秀，在新北市民广场登场了。这次五幺单位邀请了132个业者，包含了这个香港啦、日韩、美国、英法、西班牙等12个国际买家哦，还有这个台湾的 model 来走秀，呈现了台湾业者各式各样的研发成果跟8大性的机能纺织品，希望互相交流，也能够创造商机。